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Dog Law。
第一次進入決賽而贏得呢個冠軍嘅獎項嘅，我哋再次俾掌聲應馬書院。2012-2013年度全港學界精英足球的比賽已經圓滿結束了。